观看 SNH48A Team X 特殊公演。在观看演出的同时，请注意以下事项：一，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，凭票依次入场，对号入座；二，请勿携带分发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横幅、标语、旗帜、条幅等超过50×50厘米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，以及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应援荧光棒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等。三，请非拍摄位的粉丝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、摄像、录音等行为，请将您的手机及电子设备调至静音状态。四，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，场内严禁吸烟、踩踏座椅，不得翻越隔离措施。在观看演出期间，请勿干扰演出正常进行。五，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，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，并有权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。以上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耐心等待。我是 SH48A Team X 的王小佳，天草。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SH48A Team X 三角函数公演。在观看演出的同时，请注意以下事项，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，凭票依次入场，对号入座。二，请勿携带分发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横幅、标语、旗帜、条幅等超过50×50厘米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，以及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应援荧光棒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等。三，请非拍摄位的粉丝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、摄像、录音等行为，请将您的手机及电子设备调至静音状态。四，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，场内严禁吸烟、踩踏座椅，不得翻越隔离措施。在观看演出期间，请勿干扰演出正常进行。五，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，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，并有权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。以上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耐心等待。我是 SH48 Team Max 杨冰怡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SNH48 77期生。我是刘小涵。我是吕湘怡。我是张文婷。接下来由我们给大家带来前作曲《最后的曙光》。未来点燃希望，坚持爱的信念，发现
心中无穷的力量，大海上的希望航向远方，太阳下为失败点燃光芒，我把眼泪化成盔甲，向成功出发吧。Yeah.